蒜头也是面线的。靠近我的时候，我压力好大。为什么？我们两个像他小监工。不过球球也是这样吗？这边对，来，就这样子。他说的，你不用用手抓一抓吗？你是加盐哦。抓一抓跟沾的差别是？不，他想要抓抓，然后让它出水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吃小黄瓜不是都说要腌小黄瓜，然后对不对？我不会做，但是我很会说。不是，他应该是这样，敲敲敲敲。我怕太咸，它会涩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我觉得好吃吗？再怎么涩都没有男人涩。那个高丽菜小王子可以说这种话吗？他很容易招人白眼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跟他拍戏的时候，我每天这样，我每天翻他白眼，翻到就。其实你很好，都有载我去上厕所。我拍戏的地方上次要骑摩托车。哇，五年呢！昨天这个话题大家讲过了，你到现在还会翻白眼，代表你没长进啊！哎，是吗？是代表我没有变啊？就是代表你没长进。好了，滚水下了。那你边做菜，然后把象棋拿过来。不行，我没空。我刚刚连输他两场。哇哦，好多的肌肉哦！我觉得备料真的是一件很烦的事情，跟洗碗。希望我 OK， 我超讨厌洗碗，我也是超讨厌。睡个觉。我好像酒上来了。啊，你没喝？我喝了两口。你又醉了？哦，我的脸红掉了吧？很热。为什么要姜丝？姜丝用面线的啊。那蒜头也是面线的？蒜头没有，蒜头是这个根哦。麻油鸡要加蒜头，嗯，我也觉得很特别。那个老师，师傅教的，邱师傅教的。哦。没要调高它那个有点边恰恰边点起来，感觉好像可以呢。没有啦，你把它放了就有点慢慢小炸的感觉，小炸的感觉，大的再一下下就可以。其实我觉得姜都可以再多一点。对，姜有点少。你要再姜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突然好困，就大家在忙，然后我看他们，然后我想说，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就帮他们睡一下。我睡要流口水。爆香之后呢？加鸡肉下去炒。爆香之后，蒜头下锅翻炒，翻炒之后香味出来后，加鸡肉。下肉。可是你这样会加水进去哦。你本来你这样放也会有水。哎，我好像放的太多鸡哎。你是说油太少了？那就加一点油下去啦。做豪迈的给它倒下去。对啊。啊，不知道要干嘛耶。你们去玩来生活吗？你们去玩，我压力好大。你们靠近我的时候，我压力好大。为什么？我刚刚一直快睡着。我很担心，你知道做不好。不会啦，就是要买什么米酒啊？就是红标的。我觉得两罐差不多，但现在汤有点太少。对，那再加再加一罐，嗯，好卖，再加一罐，因为至少要盖过鸡，帅气。我真的就是这样差不多了，嗯，刚好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嗯，我们两个像那小监工，一直在看别人做什么。